又很亮，刚好啊。哦。第二集哈，那个德鲁古水源村的大名国际美女哈。哎，就是国际美女。介绍一下，马上介绍一下名字。大家好，我叫美玲，我叫陈彦玲的部分，然后你可以叫我美玲这样子。哦，那是念那个花莲第一名校上城工商还是上城中学？上城工商。上城工商哈，这是校服啊。好。那你是上城的第一名模吗？不是啦。学校谁有比你美的吗？有啊，有很多比我漂亮的。你不是绝世美女吗？绝世美女的话称不上啦。哦。如果说是当代美女是可以的啦。对。好，那我就来问一下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对象？对秀。对象，喜欢什么样的对象？我喜欢什么对象？我喜欢。美的还是帅的？我喜欢美丽，也喜欢帅的。对，就是只要喜欢男生还是女生还是男女通杀？都可以，哎，男女通杀。哦，那如果男生的部分你喜欢哪一个？男生的部分我喜欢，差不多吧，就是一般般，只要合得了我都可以。对。啊，女生的话，麻烦认真回答，这不是聊天，快点。就是男生的话，就是要合，就是能合得起来就好了。就是讲话啊，或者是讲话方式，我希望是他非常有知识性的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。基本上我们的活动是有自己的摄影师，所以呢，如果有外面来的记者，请你尊重我们的活动的进行，也希望你们呢在报道上也不要做一些批判，谢谢。也希望你们呢在报道上也不要做一些批判，谢谢。对，因为他这样子，如果跟我，这如果是电视记者访问，你全部剪掉，都没有重点。没有重讲重点、喜欢哪一类的明星？男生的话，用明星做举例。BTS 的金南俊好了。啊 ？BTS 金南俊。还没听过。就是韩国的一个男性团体。那个，麻烦先讲一下华人。华人的话就是刘德华。刘德华是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的一个演员。那如果学校的老师要是你梦中情人型的，很多学校老师没有啊，你这样太侮辱上城工商的老师群了吧？老师太没有礼貌了。老师的颜值就是，应该说每个我都喜欢，都太帅了。也是啦，哎，太帅了。你看，我说你嘴巴不够甜吗？真的是。好，那个交过几个男朋友？三个。三个。四个。三十个还是三个？四个。哦，四个。第一次交男朋友是几岁？第一次交男朋友，小学吗？国中一年级。哦，国中一年级是被追吗？还是你追人家？应该是说我们是相遇之后是他追我的。什么什么？他追我。他看上你哪一点？他追我，他说看上我的美丽。哎，真的吗？真的啊。因为我那时候小的时候就是还年轻的时候皮肤是 OK 的，然后眼睛是很漂亮。你那时候是棒球队吗？棒球队刚毕业，国中的一年级的时候是舞蹈队。哦，对，我是跳舞的。那在一起多久？第一个？没有很久啊，差不多几个月而已。是。先生要拍照吗？不要摄影可以吗？我们有权，不可以摄影。我们有权，麻烦你关机好吗？Thank you.
半个半年。你甩人家还是被甩？我被甩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是因为太美丽了吗？应该是说他承受不起，他喜欢别人了吧？应该是这样子。Oh. 对啊。OK。然后他只有大我几岁，大我三岁而已，就是在高一。高一耶，也是原住民吗？平地人。哦、OK ，那你们两个身高差多少？那时候我175，然后他身高174。哦，那也是蛮高大的。他很壮吗？因为很壮，他是瘦瘦高高，他是有点像竹竿的感觉。哦，竹竿要怎么比喻呢？我知道竹竿就很瘦。对，竹竿的那种男生。我先拍你那个脚。放纸，我要先拍你的身体特写。哇！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全身的，你全身上下都美啊！不要动，不要关张。有些模特儿会到泥巴里面做效果，没有脏不脏，你懂不懂？气质胜过一切，懂啊 ？OK。那个现在不是有吃那个什么脏脏面包？脏脏包吗？对啊。脏脏包，哎，跟我来，我不喜欢。嗯。因为他吃了后嘴巴会黑黑，而且是满口脏，就脏口包的意思、哦。那你第一次用那个 KY 是几岁？嗯，你上次有讲到 KY， 第一次好像是你的 KY 润发，我看那个润发的效果。没有啦，我没有 KY 润发啦。那你们那个摊位也用 KY 浆料吗？没有没有 ，KY 浆料不能吃，它是没有味道的。可以研发，现在有很多草莓口味啊，是可以吃的。你讲错了。要拆掉照，要离开。没有，互相保留证据嘛。你要保留那个证据，没关系，你就拍。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，好，那个店先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这涉嫌到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，好不好？你去拆了，赶快去拆了，哎。我知道我会去拍。李先生，你刚刚就这样，我不知道你叫什么，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直接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要侵占公家的所有店。所有财产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哦。你先把它拆掉，好不好？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，你让你拆掉，这是你的窃占。KY 是可以吃的，是吗？有很多口味。那我用的是没有味道，像有些就有像现在有些牙膏，它设计到是可以吞下去的，你懂吗？那个。还没不要避开话题。第一次使用 KY 是几岁？啊，是你转移话题吧 ？KY 的第一次，好难讲哦。我第一次好像是在国二、国三。那么早？对呀、啊，我现在才高二。磨在哪个部位？啊？磨在哪个部位？嗯，前后都有。哦，对。那有什么奇妙的 feel 吗？嗯，就是嗯一般般嘛，就是有点像那种，就是在享受人体交合的感觉。嗯，尤其是在前放在前面的时候 ，KY 放在前面的时候，享受度会比较高一点。那网络上很多那个特别的网红在介绍那个有趣的一些情趣产品哦。嗯，像那个飞机杯啦，那也是设计的。嗯，对啊，很多是日本欧美的哈、哦。嗯，还有一些按摩棒。嗯，跳蛋现在都很多网红在介绍、嗯、那你有用过哪一些特殊的情趣产品？应该说我到现在我只用过 KY， 我其他都没有，都是自己用手的。哦，那对方都没有帮你助兴吗？用一些情趣产品？没有，就是他们主要是他们在享受啊，我是比较属于那种哇，好舒服，你有没有很爽的感觉？刷对比舒服更上一节，是很爽的。太有没有讲啊啊啊！舒服啊！说都不给阿哥哦，不太暖说，太对对对对。他们在享受，你是说他上一下？对他上我下的时候，都是他在享受了、嗯，基本上。你不能在上面，也太壮了。我在上面的话，我他们会喘不过气来。我会输。啊，你在上面会输是什么意思？我会输啊，听不懂、啊。我没技术啊，而且我又不是很厉害，所以我就宁愿当个下面。哦、没有技术，还是你太被动？对，我比较被动。太懒散？没有，我比较被动，就是因为
我们那部分的方面是没有特别的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也是没有什么经验，然后到现在我只有看起来蛮懂得情趣技巧的样子哦，因为就是会看啊。哦，你是外表看起来感觉应该蛮猛的，蛮猛的吗？就是、也还好啦，不管是当哪个角色应该都很厉害，游刃有余这样。没有啦，就是差不多19.5不含头嘛。哎，那个以后会想要结婚吗？不敢跟男生或女生。结婚的方面也没有在特别的那个注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觉得说，现在感觉是一个人的感觉。讲清简一点，不要太冗长。一个人的感觉是非常舒，一个人的感觉很舒服啊，两个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感觉啊，就是真的这样子说。那你四任在一起最久的几年，还是几个月？最久是4年。哦，那么久啊？对啊。最后一任吗？没有，第二任。从国二，国二到高二。国二，4年对，国二，然后国三。如果那个干你娘要怎么翻？哦，没有，如果到字面上翻出来要怎么翻？干你娘哈，九问雅雅术。哦，操鸡掰要怎么翻？操鸡掰是九问比比。几岁的人？啊？几岁？他跟我一样，也是你同年纪。哪里的学同学？哪里的同学？对，就不要讲名字就好了。哪一个学校？不然太明显吗？讲学校就没有差、哦。讲学校。同校。不同校。哪一间？花商。哦，花商好。那身高呢？身高还好啦，也没有很高，比我矮。网络认识吗？不是。朋友介绍。没有朋友，哎，网络介绍，网络碰到的。就是在软体上碰到的。然后是没有见面的，就是一直谈到4年，谈了4年、啊。这个哪叫交往？是说，你是不是在网络上？那個、交友而已，心灵那个什么心灵交往，精神上的交往。哦，有见过面吗？没有，很多都用假照片啊，假视讯。那没有办法、啊，那就是这样啊、嗯。我的照片也是给假的，就是我的照片给假的是我现在的样子，对对，修过。哦，不是假的，就是不是现在当下的，不是当时的照片，不是现在的照片。嗯，那个。在家里面有没有做有氧运动或什么？有氧都有啊，就比如说深蹲啊，或是很简单的抬腿。很简单的抬腿。就是躺着，然后脚开开的这样子。你来示范一下，来来来。不行，蔡依林那个我呸就有很多那个，你可以用手挡啊，下去这样挡没有关系。Freestyle， 我看看。脚开开就是这样子开啊。大方一点。脚可以就这样开啊。哦，这样子。还有哪些动作？我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深蹲呢？好，你想摆 pose， 国际名模很多那个凹背后，在上面。有的时候跪着下腰凹背后，来，给我10个，那个杂志上你觉得最漂亮的动作，性感，对，在用，尽量是躺着跪着那种。那种的动作我。有的侧躺啊，快点，不要找理由。每次没有跟你聊的时候，你就一堆鬼姿势。好，一，好，再来。一，然后二是这样。再来，二。二，然后三是这样。给我玩100%性感，三，好，再来，然后四的话就是比较可爱一点的，四，好，十个我觉得要差异性很大的哦，你今天如果看考表演系的话，这个是考试题目哦，四五了，还有一个六的话我有看过一百次。好，六，好，这七，七要配合。好，这来，好八，
还是什么这样子。干爹娘，国骂哈，阿美族语怎么翻译？阿里半姑音啊，一手，阿里半姑音啊，一手。用手去抠鼻，那个抠鼻怎么讲 ？QQ 啊，不给 ，QQ 啊，再一次，再一次慢一点。QQ 啊，不不给 ，QQ 啊，不不给 ，QQ 啊，不不给，哎，哦，非常。抠鼻，哦，好了，吹喇叭怎么翻？吹喇叭，就是女生帮男生吹房啊，哦，米汁不是房啊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米汁是都房啊。男生那个自卫打手枪的动作怎么讲？米苏拉苏的啊，米苏拉苏的。你们那个做爱怎么讲？米阿里，米阿里，哦，很爽怎么讲？打苏爱。A 片阿美族话怎么翻？阿里拜都打苏，阿里拜都。九。现在是照片，所以是没有声音，尽量用声音。九、十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我不会唱。好。那那个。看出门了，进去了。还没有什么想分享的。嗯。好。就是现在三年级的学生啊，现在国三的学生，就是尽量来我们商城工商，因为如果说喜欢做饭啊，也会有，也可以来我们这里这一课，因为我们学校有做饭的这样餐饮科啊。他为什么都没有打那个工商两个字？工商，因为上有时候他在网络上查是上腾中学、上腾工商。对啊，上腾工商。他都是上腾普校，你们那个有时候标注点跟学校讲要那个。然后学校他其实真正的名字很长，然后什么，他的名字是什么上腾工商私立什么财团法人那些，他的名字很长，特别长，所以我们就是都简称成上腾工商。哦，那个最有名字是飞修跟汽修。啊，你念第三年的话，第二年就二年级啊？对啊，二年级是三年级。那用最精简的话语介绍上腾工商。简单，简单，呼吸，然后过得去。嗯，对。那个学费贵不贵？那个原住民有没有减免？原住民减免啊。学费多少一个学期？男生怎么讲？banana 香蕉。那个。怎么叫男生有香蕉？太直。男生有香蕉。俺们有香蕉。香蕉怎么讲？笨笨笨笨。香蕉很好吃。我没有住校是2000多。那么少？对，快3000。因为我是。其他是原住民减免。原住民减免的话，差不多2000-3000多块钱。啊，我的是最低的。那如果有住校呢？住校的话就是。原住民好像免午餐，然后可是他有那个，他有比较特别是，如果你是离在花莲以外的，像什么台东啊，也有补助，对，然后你的住宿是完全没不用钱的。哦，对，那如果是外县市住校的话，或偏远住校，都一样是减免。减免直接完全没有，而且政府应该也是会补助那就一定是有补助了，那个所谓减免就是有补助，那就等于一个学期才几千块，2-3000块，那很便宜呢。对啊，其实我们学校的学费很便宜。海星好像蛮贵的哈。海星是私立的，跟我们一样是私立，可是他们的东西应该说很贵的原因是他们买的材料都比较多，也比较质感也比较高一点，然后我们是选比较适中的质感跟材料，所以东西不要乱讲话，质感，不要扯到那边去。好，来，等一下，好，那个你们现在一个年级几个班？全部加起来？哦，因为我们人因为少子化，就几个班，一个班，一个少子化，是不是全部加起来一个年级几个班？一个年级3个班，全各科哦，加起来哦，各科加起来9个，九个那很多了，哦。那努力帮学校招生哈。嗯。我没有刮胡子，你要帮我涂一下。现在很多胡子皇后啊。哎，对。很多造型皇后。
要享受当下，懂不懂？好，那再介绍一下国语名字。啊，我叫陈燕。那个前面是流血的什么？这个是那个指甲油。下次跟老板沟通好，在那个东大门夜市的那个哦，要应征，赶快来应征。不是那个叫什么都伦什么原乡？原乡都伦竹筒饭。原乡都伦竹筒饭有两个摊位哈、哦。嗯。哦，那记得要去穿那个神力女超人的装。神力女超人啊，哎，东伟。对。可以啦，我就试试看。应该会给大家耳目一新。嗯。你看讲话都要左顾右盼，你真的没礼貌啊你。没有，因为我头发很湿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很湿。这样留多久头发？啊？这样留多久你头发？我留这一年多。嗯，一年多。我从这边是从光头开始，然后上面是从、嗯、上面是从这边，嗯，耳朵到耳朵这边，耳朵。所以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留，很快。存钱哈，买录影机。跟照相机哈，录影机、照相机、笔记电脑、嗯，还有什么？其他的摄影灯光设备都可以自己添加。你有时候在家里可以弄个摄影棚啊，小摄影棚，你随时都可以把自己弄得美美的，或直播。你在家里有空的时候就可以直播。啊，直播？对啊，有时候走秀直播访谈聊经验呢。你看很多现在直播的、啊，女生的器官怎么讲？比比。舔怎么讲？舔屁屁哈，那舔怎么讲？啊？半屁屁，半屁屁。这舌头多灵活，对不对？气。阴唇怎么讲？那刮屁屁哦。啊，湿了怎么讲？比如说女生下面会是喉痒，我很。你梳屁屁喉痒来。哦，很痒怎么讲？就痒哎。对啊，可贵。刷干你屁屁了，可贵了。Okay. 你自己就可以直播啊。有时候在东大门也可以帮老板直播，有时候人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播嘛。比如像是很多客人有经过的时候就特别进来捧场。嗯。然后好，你们老板那个嘴巴是很快啊，我刚才跟你讲。很快啊。那讲话很快。他讲话很快。就是那个皮笑肉不笑那一型的。哈哈哈哈。哪有。他嘴巴没有。他可以面无表情，但是讲话哈一直在推销产品，他在忙整理东西，就很像那个 7-Eleven 欢迎光临，然后一直做事。对，一心二用。对，一心多用。一心多用，我只能一心三用。嗯、哎。好，那这边就先录到这里哈。好，我要做一个 ending。你要做 ending 哦。要 ending 哦。要加。好。好。好。上腾工商哈，你里面装什么？包包给我看一下好不好？不行啊！我要看里面什么，这是我最喜欢拍的。你里面到底装什么？我里面没有装，没有毒品吧？没有。对啊，那就可以看啊。不行啊！没有那个套子吧？没有。来给我看有什么？来，裤子先拿出来，裤子拿出来。裤子。你这边遮遮掩掩的。快点，没扣康熙来那个明星大包包浏览。就是口罩、橡皮筋、铅笔，嗯，还有这个，还有一个喝完的饮料，还有笔记本，怎么都没有书，还有充电器，怎么都没有啊？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吗？因为课业压力不重。不是，你那是 BB， 世界还为你也太多情，一起到天明。就当最后约定，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，你的是 BB。 你说你应该放一些什么杂志啊 ，Vogue 啊，哦 Vogue， 什么书？至少那个流行设计相关你要放啊。
不一定是教，不一定是教科书啊。你不是，你是不是念美容科？念什么美容科啊？美容科的。怎么里面什么美容资讯都没有？因为现在很发达，就是手机跟电脑，所以说从手机看就有。没有啊，有的那个化妆品啦、香水啦，然后那个那些器材有的都会放在里面啦。你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多没有啊，因为我们都会把器材放在教室、放在学校。因为你那个书包下次可不可以 DIY 一下 ，Vogue 一下？很多会画图啊。不行。啊、哦，不行啊！你可以挂在上面，不一定要画、啊。可以啊。那你们那你们学术学你们这个艺术风气不开放吗？嗯。应该可以画书包啊。不行啦，我从来都不喜欢画书，我不喜欢画书包。你都可以画背面。嗯。不是你自己加一层皮啊，那个用魔鬼粘，要上课时候撕掉。那个要上课时候拿下来，下课的时候给它粘上去。自己 fashion 一下。大神。对啊。OK。哦、好，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个，就是现在 COVID-19 很流行，大全球大暴走，所以你们就是要好好的戴口罩。虽然我今天没有戴口罩没有关系，就是为了拍摄的部分。好 ，OK。我们那边四周无人 ，OK。OK， 我们这边有五个人以上了。嗯，好，那就拍这边哈，下次随时随地就拍续集，碰到就拍续集哈。拜拜。好，要记得要去念大学。好好，拜拜哈，谢谢。干爹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Mahi bu bu su。那个泰鲁格族话，跨沙小怎么讲 ？Manu kata an su。泰鲁格族话，超级白怎么翻 ？Tayai kenu piti su。这样，你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你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要上网？什么事情？你应该知道啊，是你上的、啊。什么事情嘛？那要问你啊，是什么事情啊？你找我干嘛？就是你上网的、啊。上什么网？我放林依龙怎么了吗？啊？没有，我说我烧热水啊。你烧热水，然后呢？是你上的吗？怎么了？我女儿跟我讲的。你现在什么事情？我有影响到你吗？里面整个空气都是那个味道啊。是吗？对啊。那你死了没有？然后呢？那你为什么不讲台女？那台女不是更毒吗？你去检举嘛。你要去检举啊！你都来这边拍了，你今天是来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检举呢？你今天是来恐吓我吗？我没有恐吓你，我从来不会去恐吓人。那你就回去了嘛。可是重点是，我烧的有比台里堵吗？我是问你。卫生局说可以烧塑胶吗？我问你嘛。我烧塑胶吗？有可以烧，有没有烧衣服？那都是有毒物体啊！你那是木头吗？可是这里那个是我自己烧，我在我家烧，你烧整个飘到整个部落、整个操场都是。从昨天我闻到现在，真的不舒服啊。从昨天没有，我昨天没有烧哎、欸。你现在要干嘛？我只是问一下你现在指责我是吗？为什么不能 po 文？你为什么？这是所有公民的权益嘛。啊，对，是没有。你现在来恐吓吗？我没有恐吓你，那你为什么不 po 台你的？我为什么不能 po 文？你为什么不能 po 台你的？你强迫我做什么？我没强迫你啊。那请你回去嘛，离开嘛。你都已经破我了，你有什么不破才你的？我有指名道姓吗？是没有啊。我有拍门号吗？是没有啊。那你还不谢谢我啊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让我收罚单吗？你要收吗？那请你离开，好好回去灭火就好了。什么叫灭火？那你就叫台女去灭火好不好？你先讲台女，再我现在打110报警。你打，对，你打，现在打，我等。